顾鬼啊。嗯，我来看一下谁赖我哈。好，你在干嘛、啊？这位先生，你在干嘛？我以为可以上去啊。哦、我看到小鱼在八点十二分赖我。我以为小鱼的头是狼人的头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在骗自己人哦。是。有刚刚我看到人了，那个还在跳的。给个机会。有看到我吗？有看到我吗？有看到我吗？繁星，不要繁星！好恐怖啊！有人被抓了！哇！给个机会，机会，机会，机会！好可怕哦！谁唱歌？给机会！小屁还在唱歌。给机会没 ？Pray with me， pray with me。附近有人，给个机会。Play with me， 给个机会。谁？哎，听到小孩的声音了。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。小鱼，我看到了啦。然后死掉了。对。哇！我看到了，二楼在跑的那个红衣服的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好不好？给一次，一人一次嘛，公平啊！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啊！我不要啦，哎 ，Oh my God！ 哈哈哈哈哈 ！Wherever you are， 哦，安妮耶，这边也有，对啊，安妮哦，好可怕哦 ！No， 爱喜欢当鬼了哦，竟有人，嗯。跑过去没有？潜下去跑酷，我以为可以跑过，我可以跑过去哦，他们就不会上来了。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谁啊？不要嘛！这是谁啊？不要嘛！小雨，哎，这是谁啊？我怎么没有立场？不要管我们！啊！哎呦，妖兽鬼！哇！不要！怎么撑住？好的了啊，满场鬼啦，好可怕！郑云月先生啦，啊，哪里？好可怕！还有一分钟，这一分钟好漫长哦。在这边呐、啊，云月。怎么按嘲讽啊 ？P 过去啊，他在这里面啊。可是好像是小鬼才可以按哎、欸。难过。哦，他舞台后面，舞台后面，是吗？看到了。没有啊，我没看到哎、欸。我也没看到。哇，在这边后面啊。这后面啊，这后面啊，可是不知道怎么过去。哪里？这边啊，这边后面啊。这种后面？这边吗？绕路，绕过去。这边后面啊？你怎么看到？这路怎么着？没关系啊。有镜子，嗨！哎呦，嗨！哎呦，两边都不能走哦。我看到了。嗨！你走不了了啦。一起玩。嗨！哎、欸，有人看内麦，我这边的、哎、车屏按到了，他人呢？哎呦，抓到了、啊！跑不掉，还没有啊，好难哦！那鬼看得到人真的很难呢、欸，我觉得不行，看得到人太那个，真的、啊，这没得赌。Come on， 这不能偷偷躲起来。真的，躲起来！耶，哈气，看这个，耶，纪小雨，哎呦，什么东西？哇，关起来了、欸！哇，什么东西？有开关的意思吗？可是他只有一下子而已啊！为什么要关我？他可以下去，你根本没被关起来好吗？关起来，手痒，太酷了吧？哦。所以他走到那个位置就可以给他开陷阱喽。对啊。哦。你想被关吗？有蜜蜂。所以那陷阱在哪里啊？按钮在哪边？这是谁？是我，你又想接我是不是？我不会再上当了。哎，刚又不是我说要接你，是云月。放心，这次小雨一定会接得很准的。真的，我一定会接得很好的。来来来来来。
过去，不要卡你，你过去、哦、做什么啦？这两个干嘛？你这是哎，搞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搞什么鬼啊？你们各位啊，你不是说要接我，你又骗我，我掉下来了。好哦，嗨，哎，那上面上不去哦。嗨，我分身都花掉了。嗨，嗨，攻击。为什么我抓不起来你？啊，因为你抓的是假人啊。是吗？阿基，好像有道理。我在你后。哎呦，坐腿，靠，坐下去。哇，这个吓到我了。吓到我了，吓到我了。欸、你好亮哦！哎、欸，那个你也太早放分身了吧？哦，你在告诉那边有，告诉大家那边有一个人呢。我实在看不懂雨夜在干嘛。啊？最后面是谁啊？团团啊？哈？这里不能躲、哦。他只是让你移动那个箱子而已。晚安，不能躲进去哦。去啊、我刚刚也很想躲他，结果发现他只是移动箱子。对，还有什么都可以玩啊？喵哈的移动箱子游戏、啊。喵哈的移动箱子。好哦。霍尔的恶灵古堡。哎呦！霍尔的恶灵古堡。我那边有啊，第二十集啊。手电筒 F。我们来看电视好了。强化感应按 R。啊？我们来看电视。啊，不是立场吗？立场啊，对啊，立场啊哦、鬼的吧？东西，嗯嗯嗯，哎哎哎，少小少小，团团跑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怎么过来的？技能是隐形啊！你技能是隐形啊！啊！你刚刚怎么用了？我以为是狼人才是隐形啊。哦，鬼在哪就可以放技能了、哦。你好坏哦！你好坏哦！哎、欸，你们放很多假的，你好壞哦、我很想说不要打草惊蛇都暗暗。打草惊蛇都不要假的。我走过去，隐形过去，每个都暗暗看呢、啊。对吧、啊？这画、個、电视画面坏掉了，我们要拍它两下，看它会不会好一点。这种古老电视不都这样吗？坏掉就拍两下，敲两下就好。因为你这个其实是在说，我正在有电视的地方哦。对啊，我在有电视啊。对啊，我在有电视的地方啊。我有电视哦。立场，我、哦、靠！我也没有立场到底的，可恶啊！我那边立场到底就好了，三十秒不够立场到底啊。应该他立场不是只有三秒左右吗？嗯，要差不多剩十秒的时候才有办法。哎小雨他下去了，小雨没有啦，快点，他走到舞台前面了，舞台前面了，是要抓他，卡住了，他卡住了，是要抓他，不到，雨夜在右边，雨夜在右边，雨夜在右边，啊，我在看电视，雨夜不在这里，雨夜在别边，雨夜在别边，雨夜在旁边，啊，可恶。我的电视从刚刚一直坐在这边看，直接看到结束，好爽的感觉。哎，我刚就有那边乱抓，又没有立场的。我们要玩上次那个虐杀行动吗？霸凌吗？来啊！霸凌游戏，是霸凌鬼是不是？我有点忘记、欸，没有是人，好像人是隐形的。哦，霸凌鬼，霸凌鬼，来来来。应该人类可以互杀哦，对，人类会互杀，所以他可以调 on 跟 off 哎、欸、，on 啊, 啊，当然是 on 啦，所以就打地人嘛，来啊，不是啦，打鬼啦，有什么恩怨可以直接打咯，打起来，好哦，好哦，然后下面你也可以选择一下你的武器、欸，然后感觉应该是不同角色有不同的武器可以选，哪里有武器？我没看到可以武器哪里啊？哦，有有，你要就绪按掉，就绪。哦，武器选择，角色选择，哦，所以有 MP 五 ，MP 五跟 AK 七四 ，AKB 七十四。我还有技能哦，还有兵种。现在选择一个人类。携带补充
人类能为团队补充弹药啊，我当后勤好了，我随便我看不懂，我随便选一个，随便选随便选随便选嗯，我记得我上次是玩这个、啊、我的脸 OK 他一个很呛的脸吗？对啊对，我想起来了。所以你们是选啥、啊、人类兵种图？嗯，我是选后勤的那一个哦，盾牌继续。我现在发现他要选要七 round、欸、三 round 就好了，七 round 也太久了吧。对啊对啊，玩不够再一次上任就好了。大型的。载入中。杀人喽！哎，隐约想当后勤，结果当不到。隐约后勤，我听到那卡吱卡吱的声音了，好亮了，谁的手电筒啊？哎，繁星的这个人每次看一样很好笑。繁星，你这个人的脸好僵。打屁！你捅打屁！哎，我一般而已。等一下，我。我找不到上楼的地方，后勤快过来好不好？快一点啊！想杀你很久嘞、欸。可是我们那时候是怎么看他们来了、啊？真的是就是会有隐形效果，下角是不是？没有那个那个，就是他隐形会有一点那种玻璃人、透明的那种。哦、对啊，啊你如果玻璃人手机可以看。暗示是什么？暗示哦哦，暗示可以哦。暗示没有是我们啦，是你啦，不是你啊，不关你的事。我以为你们大家都会在這。我刚看到楼梯那边有东西在跳，那里。那是哈气吧？那是哈气啊！哦，为什么没有打到？再跳一次吗？哎、欸，有哦，小雨在看那边，好啊好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用？用准心啊！想出去，我想不按跑。按一个，按那个 F 個哦 F F F, F 就有了。我这边迷宫不会走，我还在走迷宫啊。你那个我去找音乐好了、哦、我看到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其实我们有更好的地方哎、欸，哎、欸、看到哎、欸，我们要去这边啊，这边音乐啊，叫我们掉脚架啊，掉脚架，迷宫呐、啊，我们在指引你哦、喔，这边啊，这边，你在上面指引不到啦，你们有没有在直走直走？对对对对对，看到。我射到，我射到，右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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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这边有没有？这边、啊、好难看哦，到底在哪？为什么你们都看得到、啊？死了！根本还没跑掉，看到人呢、欸。霸凌，等一下，鬼只有一条命吗？之前只有有好几条命，没有，不知道啊。待会可能出去要看一下怎么调。调一下，可怜。而且我以为鬼是三个、欸，哎，又是人啊！哎，谁？哈，团团，哎，雨月刚刚团团打你的啦，你知道吗？最后一下是团团，他在说他死了。对，他讲的。哈哈哈！哎，哦，白痴，不要打自己人呐、啊！没有，因为那是哈气，所以我才打的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身上十五滴血。等下鬼乱算，我们自己以为有人在那乱打了。哦啊，我走错地方了啦！要打啦！哎、欸，当然要打。不要打了，要打先骑内讧就对了。我身上数滴血了啦！这张地图超难走，这张地图对鬼很不利耶、欸。嗯，不然待我换一个地图，还是在底下。又不报又不报，我要去哪捡不报？哦，我回来了。刚刚谁爆我头啊？不要开光了、啊，看不到、啊。不是我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这边啊，这边啊。我迷路了啦！这里是哪里啊？快指引，这边！这、欸、为什么你们都看得到，完全看不到？出来啊！这边雾雾的。不是啊，没看到。楼梯在哪里？哦，你快到了！快了！哎、欸，他来了！上面！哎呀，我掉下去了！
对耶。哎，走走走走，啊！我也快死了，到底谁在射我？哈哈哈哈哈！两枪，哈哈哈哈哈！都是自己人射的，哈哈哈哈哈！那是假的，都是自己。我觉得那个繁星那个比较好笑。你说我的头吗？啊。谁被霸凌？小鬼被霸凌，小鬼是霸凌。哎、欸，我们直接在那个地方好不好？他挂被关的地方直接射他好了啦。哪里啊？你看团团当猎人的时候这么凶的，对啊，就是你会在那边想猎人。我看到了隐形人。